嗱，派錢大家好激動啊！咁一陣我會講，但我想講翻咧，即係呢個理財哲學嘅問題。頭先齋 Sir 有講咧，其實呢兩年都有多賺咗800億，加埋1600億啦。其實唔止嘅，我覺得即係你如果從去睇呢個即係理財哲學嘅問題咧，唔單單只睇下每一年香港政府究竟嘅盈餘係幾多錢，仲要睇下其實究竟香港個庫房嘅儲備有幾多錢。嗱，香港庫房嘅儲備咧，佢哋成日講話6000多億啦，或者5000多億啦，其實係唔止嘅，因為咧喺呢個外匯基金裏邊咧係有累計嘅盈餘，去到12月尾啦，即係舊年12月尾咧，嗰個累計盈餘係5670億，呢筆錢係香港政府隨時可以攞出嚟用嘅，所以加埋財政儲備嘅話咧，其實係達到12000億嘅。咁所以咧，唔單單只係呢一兩年賺多嘅錢嘅，香港本身嘅户口啊，喺個口袋裏邊有12000億嘅，依12000億點樣用？其實曾蔭權政府啊，或者係即係曾俊華，或者之前嘅政府一路以嚟咧，都冇人話過俾我哋聽呢10000多億係點樣用嘅。其實更加重要，我哋如果講理財哲學嘅話咧，其實就係究竟香港政府要話俾我哋聽，我哋嘅儲備水平應該去到邊度？嗱，你話係18個月嘅支出就18個月支出啦。12個月嘅支出就12個月支出啦。如果大家冇記錯，喺2002、2003年嗰陣時最困難嗰陣時，成日財赤嗰陣時咧，梁錦松係咪梁錦松啊？嗰、那個講法咧就話12至18個月就夠噶啦。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香港政府只係需要大概4000至5000億嘅儲備，多出嚟嘅7000億咧，其實可以用噶。所以咧，大家即係好多政黨或者甚至政府成日講咧，就話香港政府唔做長遠嘢，大家要記住，香港政府唔做長遠嘅措施。不是因為他沒錢，是因為他不做而已，因為起碼有7000億的儲備可以去做長遠的事的。所以我希望香港的政府或者很多評論員，如果你說即質疑香港政府不做長遠的政策得，但是千萬不要將它和今年多出來的盈餘掛鈎，因為根本上其實還有好幾千億是隨時可以做長遠的事的。這是、個、第一。第二問你兩個出張很簡單，我哋就好啲好清楚啦。我哋點解每人派8000蚊？嗰、那個思考第一，頭先我就講咗啦，就係因為今日香港政府個儲備太多啊，而喺而家嘅政制之下，根本冇人能夠逼到政府做長遠嘅政策，所以佢係唔做，唔係冇錢。如果係咁嘅話，再係繼續不停講話長遠嘅政策咧，就係其實只不過係縱容香港政府繼續累積一啲不必要嘅盈餘。所以我哋就主張唔該嗰800億，哇唔知幾多而家900億好啦嚇，要退翻俾市民，要回水，要幫翻啲嚟到，要幫翻啲市民嚇，過咗而家人哋要通脹嘅難關。咁我就想問一下，點解仲有其他政黨或者即係保皇黨好，甚至泛民主派都好，頭先甚至齋 Sir 都講過，張國柱都講過，而家退稅、退差餉嘅措施係喺派翻或者回水呢800億嘅裏邊咧？是極度不公平的一個做法嚟噶。我哋的主張就是贏派8000，啊咁啊，張國柱就話其實不是應該幫啲最高最即係120萬最需要幫的人。嗱喺呢個做法咧，其實我哋都不反對佢嗰個原理，但係個問題就是你要畫一條120萬嘅線，定係180萬嘅線，定係240萬嘅線？呢條線點樣畫？當要畫呢條線嗰陣時，拗足3年5年，結果咧錢乜都派唔到，結果又繼續去積盈餘。而且再想清楚了，其實8000元真的有哪些人真的這麼不需要呢？譬如好像蕭先生或者很多人都說，不如這樣1000萬以上資產的就不要派了，其實我們都贊成的。或者說譬如可能是如果是外國人移民了的不應該拿，譬如我們可以定個機制，就是如果你過去一年183日是不在香港的，不派亦得的，這些仍可以討論。但是關鍵就是如果我們畫條線1000萬這樣以上拿，值不值得去畫條線呢？如果在時間上的問題，原來可能是有10萬個人，10萬個人如果不派到8000給他，多出來多少錢呢？8億，這8億再派給剩下的700萬人，每人多少錢啊？100元。大家說值不值得為嘴拿那些100元，就跟人家說1000萬、2000萬、3000萬畫條線呢，是不是不值得啊？如果是這樣的話，人人派8000有累退的效應，是不是最公道最快速的方法？是。劉翁呢講了一個很正的一個論點呢，就是說政府那個的用語超出了起碼都800億甚至以上，是不是？
有一樣嘢要應該同翻曾俊華秋後算帳喎。佢上任咁多年嚟，有邊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咧？佢嗰個預嗰、那個收入預計咧係準確咧，係咪？就好似今年咁樣樣，原本預計咧就會出現唔知幾多十億嘅虧損，最近咧係幾多億啊？上年曾俊華話今年預財係赤字，教育社會福利上高咧都會同嗰個地方嘅 GDP 掛鈎嘅。嗱，以前咧嘅財政預算案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公布咗之後，第二日譬如嗰啲報紙啊，或者即係其他即係主要嘅傳媒咧，都會好着重講下嗰幾個唔同嘅範疇嘅開支嘅項目係數額係幾多，然後再分析夠唔夠嘅。呢幾年咧就直情退步到咧，就淨係睇下有咩派糖措施嘅啫，就其實好可惡嘅。如果你話寄望咁將來嘅，咁起碼我哋唔好講即係長遠有即係。好似頭先莫簡所講，直情係特首嘅政綱啦。我哋就講財政嘅理念，起碼要對喺幾個好主要嘅開支嘅項目上高，究竟個用錢要幾多，佢佔嘅 GDP 要幾多，同國際發達社會要係幾多，點樣配合嗰個地方，譬如嗰個行政長官嗰個施政理念同埋長遠嗰、那個眼光，點樣將嗰、那個即係理財嗰個哲學可以配合到嗰、那個即係行政長官長遠嘅諗法咧，呢、這個會係一個好重要嘅關鍵。第二點就正如我頭先所講，我要再講一次，我必須要希望將來嘅財政司甚至係特首，必須要定出究竟香港政府係需要幾多儲備。如果唔係咧，佢就不停講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咁樣。巴偉同梁振英講啊，記者。嗱，我唔可以話你一萬億唔夠，我可以接受嘅。咁你講個數出嚟啊，十萬億夠唔夠？廿萬億夠唔夠？到真係夠廿萬億嘅，唔該多出嚟嘅，回水翻俾香港市民，呢個係最起碼。有冇紅？巴偉同梁振英講啊？有冇和議？有冇異議啊？即係或者大家對呢一樣嘢嘅睇法係咯？或者即係多出咗嘅嗰個，或者佔 GDP match 呢一樣嘢係啦？嗱，我就去討論嗰啲數字，但我會睇翻咧，而家面對緊嘅問題我都未解決。例如長者院舍，喂，鬱敏問咗幾次㗎啦，輪唔到都幾千個上咗天堂，我哋要排廿幾年啊！如果以佢而家每年600個位，廿幾年先至達標。做長遠服務，你哋自己都要傾，啲長遠服務係全民退休保障。一個教育，然後再派8000蚊，再派8000蚊，成全港700萬人，都係500多萬啫，唔係500多億，500多億即係仲有3500多億，大家係要諗呢個數嘛，我就係想咁樣問啊嘛，你唔好咁多無謂嘢喺度阻住我問你啦，你最無謂啊，合唔合理啊？請問，問大家，你俾意見。咁會傳出人災。我哋嘅主張嘅派錢咧，只不過係將今年財政盈餘多出嚟嘅錢派出嚟嘅。嗱，你既然唔係啊，劉德華先生，嗱，我唔知你個 pose， 但係我想問，因為你頭先講嘅理財哲學，我都好佩服，我覺得好，因為好，咁你正因為好，你派咗個500億之後，你都要繼續講，你剩翻個3500億，我當你3500億算啦，嗰8000億留住先。慢慢明年再算帳，應該做乜？我哋今日應該討論下呢樣嘢噶嘛，啱唔啱啊？好，派都未肯派啊！派咗，其實都好快啫喎。做咩神學啊？即係神官，嗱，神官派咗先啦，要派啊！你肯派咧？耶穌打救你啊！都好緊要嘅，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出咗嚟，就係話啊。單從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嚟講嘅話咧，政府係多咗錢出嚟啦，係咪？原本話赤字啊，到最後真係多咗好多啦。係啦，咁一來一回，講緊差唔多接近冇2000億，都講緊係1500億啦，係咪？嗱，好啦，個問題就話，可能大家好集中嗰個焦點就係話，啲千幾億到底點樣樣去用咧？嗱，呢個可能係大家嗰個啱。那個問題就是話，到底整體的嗰個財政安排，又或者對政府嗰個理財嗰個期望，大家會有咩睇法呢？咁就即係都呢、這個時間啦，都睇下有冇即係各位朋友，如果係咧就我
我希望就我有三十秒啦。我諗大概我哋可以聽到三到四個嘅朋友啦。咁我即係我見到後面有一位呢度前面亦都有一位。咁我諗我相信請呢位先生，呢位先生係啦，請盡量精簡，係啦，盡量精簡，精簡。我咧首先就係想批評嗰啲反對派錢俾市民嘅政黨嘅。同埋民建聯，因為最無恥嘅我唔講啦。但係我覺得最憤怒嘅係嗰啲自稱泛民嘅民主派，就係包括公民黨同埋民主黨。佢哋反對派錢嘅理由就係話希望政府制定長遠嘅政策，但係呢份預算案係欠奉嘅。所以我想問泛民，佢哋會唔會向支持派錢嘅市民道歉？反對這個預算案。好，這位走了啊，這位女士，這位女士，謝謝。我想澄清一些概念，這些盈餘不是用來做福利的。我要講清楚一樣的概念，就是這些盈餘是全部所有計劃要花的錢花完而剩下的。這些錢是等於一個社區裏面，即是宗族裏面有豐收，要太公派豬肉，是不是要每人個個都是個宗族裏面的人都可以派一份，而不是說你是男的才可以派？所以說只要是香港的市民，每人不理你是做什麼職業，上至有錢到李嘉誠咁樣，或者窮到 M 嘅，佢對社會都係社會嘅一份子，所以個個都應該係有一份嘅。因為見到係後邊嗰度嗰位，好啊，後邊有一位女士，係大高手嘅嗰位，係。我想講嘅就係，可以行前嚟啊，可以行前上嚟啊，唔該。我想講嘅就係今次咧，佢哋話反對派錢，但係咧，其實嗰啲錢已經派咗出嚟嘅，只不過佢選擇派啲俾啲有錢人，唔係派俾啲窮人。咁咧，佢哋又話要做啲長遠政策，話啲政府唔做，咁樣就要反問翻佢哋，點解政府唔做啲長遠政策？就因為你啲工人阻住，我哋就係制度錢。政府是人性不正义，我认为
唔好啲哲學科俾女仔講啦。夫人啊，或者樣，何夫人聽你嘛？唔好打聽住先，阿麻叔聽埋先。我講完，大家靜靜嘅，唔好講嘅。我哋嘅財政係赤字的嘛。如果財政係赤字的話咧，嗌派錢咧就唔啱嘅。但財而家個財政嘅盈咧係有成600多億嘅盈餘。喺呢600多億盈餘當中咧，我認為留翻適當部分係打造長遠嘅發展。好無奈都人著，同時留翻適當部分係自己打。好，解決眼前嘅燃眉之急。打飛機啊你！打飛機啊！打飛機識唔識啊？我頭先阿先生所講嘅，我講完之後，我俾翻阿慈啊。咁咧，其實咧，即係慈民退休保障，我相信民間嗰陣時咧所講嗰個嘅，即係建議嘅資金咧，就係500億嘅，係啊，即係500億嚟嘅。咁咧即係另外即係醫保嗰、那個，醫保嗰個，我相信即係泛民都未有一個共識啦，建制派亦都更加未有，同埋所以依家就係、是、即係先有一個自願。有個自愿的東西，咁自愿到依家都未自愿到啦，係咪先？咁所以有呢、這個，咁我即係呢個資料就同阿全阿曾全，我諗同阿蕭生可以討論下啦。我哋即係全民退保嗰個原則咧，基本上係覺得咧，如果今天唔去諗後，即係未來嗰20年嗰、那個長者嗰個人數嘅退休咧，第日個政府好難保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係研究咗一個方案出嚟，唔好理嗰個方案接唔接受，但攞出嚟討論。啊，政府而家唔去討論，我哋個討論基礎就係話，如果今天唔擺1000億作為種子基金咧，呢、這個方案可能行唔到。於是乎，我哋係點咧？我哋覺得如果行咧，可以喺一開始嘅時候就每一個長者。佢一退休嘅時候攞3000蚊，左手為一。咁呢個當然咧，個退休嗰、那個1000億嘅種子基金咧係不斷滾存，但係咧而家每天工作嗰啲朋友咧，佢係攞一半嘅 NPF 咧係攞出嚟擺落呢度。咁嗱，當然個討論可以繼續嘅，但係咧如果唔攞討論得嚟人都死鳩曬，一步咧行唔通。行通第日咧，就係、是、可能個退休保障咧，我哋就好大鑊，係點解嘅？咁啊，齋Sir，你好，嗱頭先講到，好唔好意思啊？呢位係無人士，我俾一分鐘你。嗱，我唔理佢派幾多億填個香港，依家800億，我一個錢都冇，唔係一年，年年都冇。嗱，如果一人1萬蚊。都係七百萬啫嘛，我知道大家的情緒很緊張，很緊要，但是希望大家是理性討論，都聽到和平理性非暴力，不要講粗口。有沒有理由？今天我聽到的，我個人只是講一句意見，我聽到的大部分人說的都很有理由，包括劉先生、陳先生、張國權。我都俾咗你講啦，我都贊成派錢啦。我唔明點有啲人都喺度鬧我神骨，我又冇條教關你鬼事啦。嗱，我唔知佢講乜，我唔知佢講乜嘢嘢嘢。不過，我覺得嘅，覺得嘅就係大家一定要諗清楚，大家一定要諗清楚。除咗短期派錢，一定要諗清楚長遠攞啲錢做乜？呢個真係買你自己自己先先做啊！仲有一樣嘢咧，俗語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最近呢段嚟講咧，大家睇到國際嘅經濟形勢咧，非常之嚴峻。哎呀，關鬼事咩？哎，又打飛機啊！我真係提出嚟，我都去飛下，強烈打住。八百會冇寫文啦，咁多位咯，屌你中國等緊你啊，翻大陸啦，屌你成日打飛機。只要教他們是怎樣去幫政府多財寡否決財政預算案可以多發的影響無事了。有一件事我想問毛鄧，你應該說有歐債問題或者有金融海嘯的問題，但是香港現在政府實際上真的有很多盈餘，你覺得應該要有多少錢就足夠呢？是不是其實一萬億是不夠呢？要兩萬億、十萬億，其實你要說個數給我聽，如果不是呢他就不停斂財，100万亿的时候都不够，就是要有比較好的社會福利，令到香港市民咧喺做產業轉型嗰個過程裏邊冇咁痛苦，呢個第一。其實呢個係好關鍵嘅，好多人就係因為冇社會福利、冇失業保障，所以其實佢喺產業轉型嘅過程更加困難。佢唯有要幾，因為佢目前咧一唔做份工咧就會餓死，所以佢寧願要做翻一份佢自己冇辦法轉型嗰份工，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要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喺翻教育嗰度。因為其實香港現在的教育資源在它的開支佔香港的 GDP 在世界的一流地區或者社會或者國家的水平是極低的，但是呢譬如做那些 R&D 啊，做即長遠開發呢就被商界就很反對的，因為香港有聽過就是永遠做長遠的東西不賺錢的，永遠是快錢就可以了，另外地產霸權這個要解決啦，所以呢這個就是我們的主張，我們不贊成有屬任何什麼產業的傾斜的，所以呢就真的看看頭，我又講下他們贊成有什麼產業傾斜，即資訊科技界可能一定要有產業傾斜，是吧？我只是再講咧，就話係製造就業、創造就業，我諗大家都認同啦。咁而我諗啊，就話一個好明顯問題，就係嗰個貧富懸殊。貧富懸殊咧，點樣解決咧？就唔係淨係俾，唔係淨係俾錢嘅，俾錢咧都係窮嘅。我諗啊，所以喺立法會或者我自己一路主張或者同意咧，就係引入一個機制，令到啲低收入人士咧，就好似歐洲有啲國家就係叫做負稅率。固入息税，固入息税，唉，聽人講嘅呢個。有一個機制放一個開支嚇，聽個先生講。税咧，我覺得係好過年年係咁靠派錢唔派錢，因為你派開錢，你下年政府冇錢你唔派，咁咪仆街。唉，啱啦，呢個啱聽。呢個我係希望大家支持。唉，講得今日終於有個人話啦。係啦。即係舉手咁樣嗱，即係阿劉旭問過啦嚇，就話。會唔會否決預算案噶嘛？即係我頭先，你想講兩句嘢嘅啫。不過你兩個咧就喺度未，即係未來眼去唔想俾我講，但我拉揸住個麥就俾我講啦。唔係㗎，我攞住我哋講，你係想俾我講，我睇到你講，冇啦，喺度講，唔緊要，唔緊要 ，OK， 但我一定要講兩句啫。頭先阿齋 Sir 話呢個係人民力量嘅場，呢個係人民嘅場。當我哋要求回水8000能夠成功，
係咪啊？我哋要求回水八千人攞翻我哋啲錢，啱唔啱啊？啱。阿哥講長遠，我去見財政司司長嘅時候，我同佢講：一件沽兩件貴，舊年派咗老鼠，今年唔該你派八千。OK， 長遠嘅嘢一定要做，啱唔啱啊？長遠嘅嘢係喺個計劃裏邊就要做噶啦嘛。個嘅民間團體同埋媒體咧係合辦嘅，咁所以咧即係都講翻，即係呢個澄清講先。好啦，咁啊，即係呢個時間第一節都差唔多啦。咁啊，首先多謝曬今日在場嘅各位立法會議員啦。係。咁啊，亦都多謝啊嚇，全國政協劉夢紅啦，咁啊劉。係啊，又問你啦。劉德華同埋陳先生嘅。Sir。係啦，咁啊多謝。多謝。好。我哋咧仲有第二節噶，第二節咧仲有第二節嘅嘉賓，就喺呢一個即係4:30嘅，咁希望各位咧即係。